华为的蒸汽机 Mate 60呢还没有发表，先开卖，现在邀请函来了，就在9月25号，华为要举行新品发表会。这么刚好，925呢就是两年前华为轮值董事长孟晚舟获释的那一天，被外界视为要靠这只手机向美国示威。就今年 iPhone 15全球开卖啊，在中国预购居然超过了200万只，嘴巴挺华为，身体却很诚实。 再来聚焦国际焦点，泰国今年历经总理难产，政局不稳。不过现在连皇室也开始动荡了吗？在年初长公主因为心脏问题昏迷之后，现在谁是接班人成为重中之重。尤其流亡海外27年的王子突然返回泰国，为的是什么？难道即将掀起一场夺嫡大战吗？今天要带你一起来揭秘。